拉斯维加斯少数仅有的翻修重建房子，249平方米，1664尺，地大面积占地8000多尺。全新加窗，后院地大，光线明亮，全新地板，全新油漆，这个可能是他要重新把那个换掉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冰箱啊、洗衣机，他就都拿走了。对，那个到时候出价的时候可以跟他讨论，看是不是可以，或者是自己再